分享天主圣言，畅饮生命之泉。下面为大家分享撒母耳诞生，请大家聆听圣佳节主日读经，恭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0-22节、24-28节。时期到了，亚纳就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。亚纳说：“因为这是我向上主求来的。”约过了一年，她的丈夫俄卡尔纳带着全家上示罗去，向上主奉献年祭。她还她所许的愿，亚纳却没有上去。她对丈夫说：“等孩子断了奶，我要带她上去，将她奉献给上主，让她终生住在那里。”孩子断奶以后，亚纳便带着她去示罗，同时带去一头3岁的牛、10斤面粉和1匹囊酒。他们来到示罗上主的圣殿。孩子还很小，他们祭上了牛以后，孩子的母亲就来到俄里面前，对他说：“我主，请听。我主，就像你活的那样真实，我就是曾在你旁边祈求上主的那个妇女。那时我为得到这孩子祈祷，上主就赏赐了我所恳求的，所以我现在把他献给上主，他一生是属于上主的。”亚纳便把他留在上主那里。天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主内的兄弟姐妹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篇读经是介绍撒母耳的诞生。这是指撒母耳的父亲呢，他叫厄尔卡纳，他有两个妻子，一个妻子叫亚纳，一个叫佩尼娜。亚纳呢是撒母耳的母亲，可是当时亚纳却没有怀孕，没有孩子，而佩尼娜有孩子。正因为一个有孩子，一个没有孩子呢，他们两个人就出现了一些冲突矛盾，有孩子的就讥笑他。尤其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一个妇女如果不能生孩子，这是丢人的事，是一生的耻辱。所以亚纳呢，在她的这个她丈夫另一个妻子面前就抬不起头来。尤其献祭之后，这个分祭品的时候，她丈夫给她妻子还有她的孩子好几份，给亚纳呢只得了一份。所以这个时候她心里更是难受，于是就祈求天主赏给他一个孩子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一个家庭不只是夫妻二人，也包括孩子。孩子呢，是夫妻二人爱情的结晶，也是二人生命的一个传递。没有孩子，如果单纯的两个人，这个家庭就不完善，不健康。真正的家庭应该是有夫妻有孩子，这样才是一个完美的家庭，完整的家庭。亚纳因为没有孩子，所以说非常的苦恼，就祈求天主。天主呢就扶清了他。时间到了之后，他就怀孕了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。因为这是亚纳向上主所求来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去还愿。当孩子到了断奶之后，亚纳真的就来还愿了。按照他所说的，他要把孩子献给上主。当他有了孩子之后，自然他的耻辱没有了，心情愉快了。他也感谢天主为他所做的这一切，于是他就有慷慨的把孩子自在献给天主，因为他知道这孩子本来就是天主给他的，所以我现在再还给天主。于是就把小撒母耳大概3岁的样子就带到了示罗，交给了老司机俄里。而且呢，亚纳对这个老司机就说了：“我现在把这孩子献给上主，他一生是属于上主的。”在当时如果说把自己一生献给上主，那就要成为一个叫纳齐尔，这是一个专用名词，
纳提尔意思就是一生属于上主，一生献于上主。撒母耳呢，的的确确他就是这样，而且撒母耳也是耶稣的一个预像，因为他身具三种身份，他继承了厄里的司祭的职务，同时他又是先知，他也立了两位君王，所以他本身也是管理着以色列的这些百姓，虽然是没有国王之名，但却有国王之实，只不过说没有前呼后拥而已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，撒母耳他接触了这个当时的一种混乱的状态，最终也给以色列人设立了君王。也可以说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个民长，但他比其他的民长还不一样，他的威望、他的能力、德行各方面远远超过其他的民长。我们从撒母耳的诞生可以看到，天主呢拣选了一个这样的人来实行他救恩的计划，这也跟亚拿的祈祷密不可分。由此可见，祈祷呢也是非常有益的。这里我们既看到了耶稣所说的求就得，同时我们看到了亚拿的许愿必还的这个德性，他还愿，他也能慷慨地把儿子再一次献出来，最终使孩子成为一生属于上主的人。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如果说孩子有圣召，我们就不要去阻止孩子，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天主所赏赐的。作为家长，作为父母，我们不要阻止孩子的圣召，我们一定也要慷慨地把孩子献出来，因为孩子本身就是属于天主的。尤其在今天圣召比较缺少，所以说当父母的也要效法亚纳的这种精神啊，能够把孩子慷慨地献出来，当然孩子自己要愿意。最终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不单单是夫妻两个人，也包括孩子，没有孩子呢，这个家庭就不完整啊。这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讲啊。我们通过今天的读经呢，就学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啊。愿我们能够记住婚姻的这个目的，其中一个就是要传宗接代，生养儿女并教养他们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儿女也是天主的恩赐，如果天主需要，我们也需要像亚纳一样慷慨地把它奉献出来。